不能变他啊！干，小美，你下妆，或者是你等一下演排的话，可以帮我去冷冻库拿一下饮料。拜托，不然他变冰块。我会干嘛？救我！救我！救我的饮料！我的老吉呢？你的老吉在外面，掰了，掰了。好，小美靠你了，等等演排，拜托。这么需要我？你背负着重责大任。其实打结束就去。没有不行，我这把就想喝，小美。小美，我这把就想喝。好急迫的男人。哎，谢。玉府安安，弟弟安安，阿姨六十。瑞斯安安。一轮安安。什么？守护了浩哥真大叔。轰炸！浩哥真大叔。轰。好，为什么没有人呼他？因为还没有听，还没有听，还没有办法呼啊。GGGGG安安，我哪里啊？我去哪？你去哪？哇，冷冻库，打开大声一点吗？如果有看到我的老吉。帮我喷他！我的老吉没有认真吗？你丢了没？还没，等他回来。他说我没演盘，没看到。欸、你的老吉来了。哎、欸，谢谢。老吉回来了。哎、欸。我有没有帮他拿的？谢谢。小安，你问。好啊，我也听，我也听那个。果然是来酒啊！果然是拿你的老鸡来掰你的、啊。你南派姐，素南爬问说，要是拿错牌要重洗，是不是要凑装？通常都是这个拿错牌的人相公。那如果说决定要重洗，重新打这一把的话，应该是当作好像这把完全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好，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会在下一期的银南派姐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呢，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